第二十一集，但曾离开咗二十几日之后，卒之都翻咗嚟啦。我约佢嚟我屋企食饭，满足一下我老婆嘅好奇心。我老婆就静鸡鸡同我讲：，喂，佢就系活佛啦？点解我睇佢同平常人冇咩区别嘅？咁佢本身的确系个凡人嚟嘅啫。但曾见我哋喺度倾密计，于是就同我老婆讲：弟妹，你有咩想问嘅话，直接问我啦。你问佢都系嘥气嘅啫。咪睇佢虽然算系我哋密教高级居士，但系同我比起身，佢仲争几个 level 噶。好多问题佢系答唔到你噶。喂，活佛仔，你唔使咁串系嘛？但曾就笑笑口。扮咗个鬼脸，我其实好佩服但曾嘅，佢成日都可以咁潇洒坦然，并且永远都可以带住啲童真。今晚呢一餐，我老婆整得好丰盛，我陪但曾饮咗一支啤酒，听佢介绍呢一次成都之行嘅收获。佢话佢呢一次系受一个朋友嘅邀请去成都驱魔嘅。但系就好意外咁揾到咗物中失落个法器九转经轮。我老婆听到驱魔就好好奇咁问啦：世上真系有妖魔鬼怪噶？但真就笑住咁讲：有噶，其实呢一次遇到嘅就系个鬼魂，系一对孖生兄弟啊。那个阿哥因为有病死咗，但系就阴魂不散，附咗喺佢细佬身上。我老婆面上边一副难以置信咁嘅样，而我就岌岌下头讲：的确都有呢种可能嘅，一种系因为生前有怨气，多数都系嗰啲因为觉得世人对兄弟两个人嘅态度唔公平，死咗之后积怨报复啦；而另一种咧，就是因为生前兄弟情深，所以佢又放唔低。但是无论哪种原因都好，阴魂附体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很危险的事来的，阳气会被耗尽，虚脱而死的。我讲完都未等老婆开口，就继续问但曾了：喂，你是怎么找到九转经轮的？我就知道你实忍不住的。其实呢都是好彩的，我这次去驱魔的这户人家原本是在林芝开饭馆的。有一次有一个男人过来吃饭，但是没有带钱，所以就压了一件东西给他，说过几日就拿钱过来拿回。但是一直过了好几年，那个男人都没有再回来赎回这件东西。而后来他们离开了西藏去了成都，就将那件东西都一起带回来。然后可能又觉得那件东西没什么用，于是就摆喺客厅嘅装饰柜嗰度做个摆设啦。我第一日去佢屋企嗰阵时，我就见到啦。喺我收咗嗰个死咗个细路嘅魂魄之后咧，佢就笑笑口咁话俾钱报答我。不过我就冇要到嗰啲钱啦。我同佢讲话，我净系想要嗰件摆设，佢好爽快就应承咗啦。咁唔使问阿贵，嗰件嘢就系九转经轮啦。但曾点点下头，然后从个牛仔袋入边拎出咗一件嘢，递到去我手入边。嗰一个就系一个白金造就嘅经轮，上边刻住一啲梵文，个柄咧系金色嘅，用竹金整嘅。传说呢一件系莲花生大师用嘅嘢，充满咗无尽嘅法力。我啊轻轻咁转咗一下，问但曾：上边呢啲梵文系咩意思啊？但曾就同我讲话系一句咒语，系开启经轮法力嘅锁匙。一旦九转经轮运转起身，可以超度亡魂、招魂摄魄嘅。我老婆喺一边好认真咁睇住，佢都有啲忍唔住啦，就同我哋讲：喂，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啫？我笑住递咗俾佢。佢接过之后好认真咁睇，眼里头写满咗神奇。
但憎睇见我老婆咁个样，表情怪怪地咁同我讲：弟妹有冇见过你手入边嗰支骨笛啊？嘿，我边敢俾佢睇啊？惊吓亲佢啊！我老婆听到之后就一下子嚟咗兴趣啦。乜嘢骨笛啊？拎出嚟我睇下啦！结咗婚咁多年啦，我竟然唔知道你仲有呢啲嘢。我同佢讲话呢支骨笛系藏传佛教嘅高僧果身，佢个肉身经过火化之后留低嘅一嚿冇办法焚烧嘅骨头造成嘅笛嚟噶，亦都系用嚟驱魔辟邪嘅。佢听咗之后，目光望向咗诞僧，想要证实一下我讲嘅说话系唔系真嘅啦。诞僧就微笑住揞岌头，老婆就嗱嗱临讲啦：嗯，算啦，我都唔睇啦。听你讲到好似好吓人咁。呢个时候，我个手机响咗起身，系邓坤打过嚟嘅。佢个说话有啲慌乱，佢话佢今日遇到一啲怪事，希望我可以帮下佢。我就叫佢嚟我屋企啦，仲同佢讲话诞僧都喺度。都唔够十分钟啫，邓坤就到咗啦。佢神色慌张，面容憔悴。佢一入门口就直不甩咁行到去客厅，喺饮水机嗰度拎咗一个一次性嘅水杯，装满晒水，一啖就饮晒。诞僧望住佢就讲啦：你系唔系遇到一件不可思议嘅事啊？邓坤就点点下头，然之后就坐低。我叫佢一齐过嚟食饭啦，佢就摇摇头话冇食肉。我问佢究竟系遇到咩怪事，佢就冇回答，反而就先同我哋讲咗一件往事。嗰一件系一件三年前嘅事啊。嗰阵时佢啱到刑警队冇几耐，有一日接到报案话河滨公园有人持刀抢劫，佢就同同事赶咗过去啦。当佢哋去到河滨公园嘅时候，睇见儿童乐园嘅入口嗰度有一个大约二十几岁嘅男人正喺度劫持住一个十七八岁嘅女仔。佢哋一边同嗰个男人周旋分散佢嘅注意力，一边就喺度揾解救人质嘅机会。终于喺嗰个男人松懈嘅瞬间，邓坤就揸住咗开枪嘅最好时机，当场将嗰个男人击毙，成功解救出咗人质。不过由于邓坤系喺冇接到上级任何指示嘅情况底下开枪嘅，而且当时人质仲喺嗰个男人手上，所以后来虽然成功解救出个人质，但系邓坤亦都受到咗处分。邓坤就话啦：当时击毙咗个罪犯之后，我啊壮住胆行过去啦，我嗰枪啊一枪爆佢头噶，当场就冇命啦。但系我行埋去睇嗰阵时，佢嗰对眼擘到大一大，嘴角居然仲带住一啲好诡异嘅微笑啊！嗰件事距离依家都就嚟三年啦。本嚟邓坤都已经唔记得呢件事噶啦，但系今日喺桂山路北京华联买嘢嗰阵时，喺嗰啲逼劫嘅人群当中，佢居然见到咗嗰个男人。我同佢讲话呢两日系咪冇休息好，出现咗幻觉啊？佢就好肯定咁讲：唔系啊，我跟百分百肯定就系佢啊！嗰个诡异嘅笑容，我成世都唔会唔记得噶。我同诞僧对望咗一眼，我哋几乎都已经喺心入边相信咗邓坤嘅说话噶啦。诞僧就调侃佢讲到话：你唔系唔相信呢个世界上有神神鬼鬼呢啲嘢嘅咩？做咩啊？依家识得惊啦？邓坤就好痛苦咁讲：我一个晏昼见到佢两次啦。如果话第一次系因为我眼花或者产生咗幻觉，咁第二次绝对就系真实噶。佢离我咁近，我睇得清清楚楚啊！嗰块阴郁嘅面，同埋面上边诡异嘅笑，系啦。佢额头上边仲有笪瘌嘅，系我当时我嘅子弹穿过个位置啊！我望望诞僧，佢微微蒙住对眼，
好似喺度思考緊啲乜嘢。我就问邓坤啦，我记得你系76年㗎嘛，几月几号出世㗎？阴历7月13啊。但真就擘开对眼讲，7月 13? 嗬，你真系识揀时候啊。呢啲嘢必由得我㗎，哎呀两位大哥啊，你哋帮下我啦。我喺心入边默默咁捻算咗一下，然之后微笑望向咗蛋增。蛋增即刻就向我反咗个白眼啦。得啦，知你靓仔叻啦，仲识得捻算添啦。跟住佢另个头望向邓坤。唉，虽然我之前就话你冇灵性冇慧根，但系你有佛缘嘅。咁啦，我系蚀底啲。收你做徒弟跟我学佛啦。咁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咁梗係啦，你条友啊条命本身就是出家嘅命嚟㗎。依家活佛仔肯收你做徒弟係天大嘅好事啊。学啲佛理对你嚟讲有好处㗎。我唔想出家喎。但僧望望佢就话啦。睇你啊冇嚟出息。又唔係真係叫你出家啊，你就同嗰个僆仔一样做个居士啦，唔影响你嘅生活㗎。嚟啊，我先教你一句咒语，冇事嘅时候就多啲念一下，可以静心辟邪㗎。听好啦，我淨係讲一次㗎咋。邓坤好用力咁揞额头，然后但僧就慢慢咁念到。嗡阿嬷班扎咕噜贝玛舍地摩，邓坤亦都似模似样咁学咗一次，大致嘅发音系冇咩问题噶啦，但系佢就唔明白系咩意思。呢个系咩咒语嚟噶？但僧就冇理佢啊，继续饮佢嘅啤酒。我就解释俾邓坤听啦。这个是藏传佛教密宗的莲师心咒啊，听讲都是莲花生大师所创的。这个咒语包含了显教经津论、三藏及俗物的四俗等九成法门的精髓心要、三世诸佛所有心咒佛号的。但僧就笑着这样说，看来你还没有记得、啊、还以为你回来这么多年成日忙于俗务，将呢啲嘢都忙得一干二净啦。边会啊，我一直都喺度加强修为㗎。只不过就唔似得你咁成日都有机会攞出嚟晒咋嘛。欸，点可以话晒嘅呢？以佛心度世度人係佛家本性啊。邓坤就好似并唔在意我同但僧嘅对话。佢眯埋眼反复咁背诵住莲师心咒。我同但僧见到之后心领神会，都相视而笑。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小说《迷离档案》粤语版。本集播讲完毕，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继续。第22集。吃完饭之后，大家又坐低倾咗一阵。邓坤就话念咗心咒之后，心水都平静咗好多，只不过心入边都仲有啲恐惧。佢望住我哋，欲言又止。但僧就话啦：你有乜嘢就讲出嚟啦，成个女人咁啊！你哋可唔可以陪我返去呀？我係一个人住㗎。我一諗起嗰个笑容，成身都起晒鸡皮呀。听佢讲完之后，我哋都笑咗起身。其实啱先我同但僧都已经静鸡鸡交换个睇法㗎啦。我哋觉得呢件事好唔简单。而且再过十几日就係7月半啦。依家出现啲咁嘅事係应该重视嘅。但僧就开口话啦。我同你返去啦，
横掂，我住喺边都一样嘅啫。咁就多谢晒师傅啦。邓坤讲完就抢过弹筝嘅袋，孭喺自己嘅膊头上边，然之后拖住弹筝就向外行。我将佢哋送落楼，直到睇见邓坤嘅警车开出咗小区，我先至翻翻上去。翻到屋企，老婆已经执好晒啲嘢啦。佢正坐喺梳化上边睇紧电视，见我坐咗落嚟，就帮我斟咗杯茶，然之后兴致好高咁问我：喂，邓坤真系撞鬼啊？唉，我都唔知啊，但系呢件事的而且确好奇怪。不过有弹筝陪住佢，应该就唔会有咩事嘅。我老婆佢有啲担忧咁讲：希望邓坤唔会有咩事啦。将来嘅事已经令佢好难受噶啦，而家又出啲咁嘅嘢，我惊佢真系顶唔顺，会冧低啊！我好信弹筝嘅，如果真系好似邓坤所讲嘅咁，真系撞咗鬼，咁邓坤跟住弹筝应该就好安全嘅。弹筝毫无疑问就系降魔驱鬼嘅大行家啦。我同老婆讲：冇事嘅。有弹筝喺度，就算真系撞鬼啊，弹筝都搞得掂嘅，你唔使太过担心啦。老婆听咗我嘅说话之后，亦都揞岌头讲到话：你讲得都系，其实我啱先几想听佢讲喺成都嘅事噶，点知你因为嗰个咩经纶，顶佢将个话题岔开咗。你系话嗰个孖生兄弟嘅事？嗰、那个阿哥死咗之后，阴魂附喺个细佬身上边嗰、那个？我老婆就话系啊，佢跟住仲埋怨我，话同我结婚咁多年，我从来都冇将呢啲事话过俾佢知。我就有啲心虚咁笑住话：呢啲都唔系啲咩大事啊，而且我都系唔想你俾人吓亲啫。我先唔惊呢。跟住佢好似谂起啲乜嘢，就讲到话。边一日你将个活佛再嗌到屋企啊？我一定会好好咁样听下嗰、那个孖生兄弟嘅事，佢系点搞掂嘅？我就唯有应住佢先啦。嗰、那个孖生兄弟件事，我梗系谂到弹筝系点解决噶啦。估计佢系用咗锁魂铃将嗰个阿哥个魂魄收咗。弹筝喺呢一方面啊，从来都唔会手持心软嘅。佢对嗰啲鬼怪。总是毫不留情的。孖生兄弟，忽然间我脑入边闪出了一个念头，我嗱嗱临就跟老婆讲了：我都仲是过去行一转啦，唔系嘅话我都系唔系几放心啊。老婆就好爽快咁同我讲：去啦，注意安全啊。跟住我就急急脚出门，向住邓坤屋企赶咗过去。嚟到邓坤屋企楼下，我睇睇只表，差唔多就嚟十点啦。佢哋两个见到我过咗嚟，又开心就又系诧异。我冇理到佢哋嘅表情，直接就问邓坤：你以前打死嘅嗰个男人有冇孖生兄弟噶？啊？应该冇啊嘛，当时差馆都调查过佢嘅背景嘅，佢啊除咗一个盲眼阿婆之外咧，冇咩其他屋企人噶咯。做咩啊？你怀疑佢有孖生兄弟？你认为我撞到嘅唔系鬼系人啊？有人特登要报复我？我捽捽个眉头就同佢讲：唉。我反而希望你撞嘅系鬼啊！至少无论系弹筝定系我都可以应付得到啊！如果系人嘅话，咁就严重啦。佢对你嘅陷害，我哋系防不胜防噶。弹筝听咗我嘅说话之后，亦都揞岌头。佢讲到话：其实我啱先都一直喺度怀疑紧噶啦，就算系恶鬼啊！应该都唔敢日光日白喺咁逼劫嘅人流入边出现啦，仲咁鬼串添。
我怀疑可能真的不是鬼，而是有人别有用心。我问邓坤，他还记不记得以前被人救了的那个女仔是哪个，现在住在哪里？他想了一下就答到话，我记得他好像是叫任婉平，就住在观水路的阳光小区。至于你说哪栋楼哪个单位，我那刻真的不记得了。我睇睇隻表，依家係10:13。我掹住邓坤同埋蛋增就话啦，行啦，希望我哋仲讲得切啊。佢哋即时就明白我讲嘅意思。我哋快手快脚咁上咗邓坤架车，然后就向住观水路嘅阳光小区赶咗过去。由于邓坤嘅身份特殊，我哋好快就打听到任婉平屋企嘅具体位置啦。我哋揾到咗佢屋企，开门嘅系一个中年男人，大概45-6岁咁嘅样啦。佢见到我哋三个人都有啲惊讶，佢望住邓坤，好热情咁讲：，哎呀，邓警官，你点解嚟咗嘅？快啲入嚟坐啦！我哋入咗屋。佢招呼我哋坐低之后就想去斟茶。我嗱嗱臨就拦住佢，好急咁问佢啦。请问你系唔系任婉平嘅爸爸？佢岌岌头，我又接住问啦。咁你个女而家系咪喺屋企啊？佢话阿女同同学仔出咗去玩，可能要夜啲先至返喎。但系具体去咗边度佢都唔系好清楚。我就叫佢打个电话俾任婉平啦。佢虽然觉得好似有啲唔系几对路，不过都仲系照做。佢拨通咗电话之后，我哋就听见咗电话铃声，虽然系从佢屋企间房入边传出嚟嘅。嗰个男人直不甩咁向住发出电话铃声间房行咗过去，冇过一阵间啫，佢就拎住一只手机行咗出嚟。哎呀，真係唔好彩啦，佢冇带电话出街喎。呢个时候我心入边忽然间有种不祥嘅预感，我驚佢会出事呀。嗰个男人可能亦都察觉到我面色嘅变化啦，佢就问我，警官啊，我哋婉平出咗咩事呀？我都唔知应该点讲好啦。你有冇任小姐同学仔啲电话？佢又拧拧头话冇喎。咁我就开始担心起身。如果呢啲事真係人为嘅，咁我諗呢个人最想报复嘅人应该就係任婉平。嗰次劫持事件呢，就係因为嗰个男人对任婉平求爱不成，先至諗住同归于尽。任婉平的爸爸打了几个电话，但是得到的答复都是说没有跟婉平在一起。我就向邓坤他们打了个眼色，然后就跟婉平阿爸告辞了。我交代他说，如果婉平回来的说话，第一时间记得通知我们，我们想找他调查一些事。他爸爸就很紧张地问，不是婉平出了什么事吗？哦，唔系，我哋只系想揾佢了解一啲情况啫。落咗楼之后，我哋翻上车，邓坤就问啦：咁而家我哋应该点算好啊？先开架车出小区先啦。喺离小区几百米嘅一个转弯位，我叫佢停低架车。呢度系任婉平翻屋企嘅必经之路嚟嘅。我话我哋就喺呢度等阵啦，而蛋增呢就坐喺后排，已经瞓着咗啦。我揞出咗两支烟，一支递咗俾邓坤，而自己亦都点咗一支。邓坤深深咁吸咗一啖，然之后拧转头问到话：你系唔系觉得佢会嚟搵任婉平啊？我揞岌头。佢就有啲紧张咁话：喂，咁不如我打电话 call 几个同事过嚟啊。
唔使啦，喺佢未伤害任何人之前，你有咩理由拉佢呀？唔通就係因为佢生得好似嗰个人呀？邓坤就冇再讲嘢，佢出行力大啖大啖咁吸住烟。我接住又话：呢啲都系我猜测啫，佢唔一定会嚟嘅。不过我反而希望佢嚟啊，至少可以讲明佢唔系鬼啊。我知你心入边有啲惊啊，其实你唔系惊佢嚟报复你，你系惊佢唔系人而系鬼，系咪啊？邓坤苦笑咗一下，佢讲到话。其实我原本真系唔系好相信呢个世界上有鬼噶，唔一定噶。世界上有好多个事都系我哋未知嘅，凡事都有可能啊。至少我同诞争都曾经遇到过一啲冇办法用科学解释嘅事嘅，而且仲唔系一次添啊。邓坤拧转头望一望瞓着咗个诞争，就讲到话。早知唔系有鬼，我先至唔做活佛仔嘅徒弟啊！可以做佢嘅徒弟系益咗你啦！你以为活佛仔咁轻易就会收徒弟噶？哼，我先唔自在啊！先拜师得嗰几粒钟，就开始唔尊师重道啦！我哋身后突然间传嚟咗一把声。原来诞争就冇瞓着，而佢呢番说话呢就讲到邓坤好鬼尴尬啦。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小说《迷离档案》粤语版，本集播讲完毕，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集继续。第23集，大概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一阵高踭鞋的声从好远的地方行紧埋嚟。一个女仔在我们驾车前边经过，由于路边的街灯好光，我们可以好清楚地看见那个女仔的样子。我望了眼邓坤，她揞额头，我知道翻嚟嘅呢个人就系任婉平啦。邓坤准备落车跟埋上去，我就掹住咗佢，叫佢再等一阵啊。果然喺嗰个女仔过咗去冇几分钟之后咧，有一个男人亦都喺我哋架车前边经过。嗰个男人着住一件黑色长袖衫，一条黑色长裤，成身黑掹掹咁嘅。而更加诡异嘅系，佢仲戴住一副黑色墨超啊！家下凌晨两点钟噶啦，呢身咁嘅行头实在太过诡异啦。邓坤向我同埋诞争示意，话嗰个男人就系嗰个吓亲佢嘅人。我哋三个人亦都静鸡鸡落咗车，慢慢咁跟喺嗰个男人后边。嗰个男人行得就唔系好快。佢唔想俾前边嘅任婉平发现，直到睇见任婉平上咗楼，佢先至喺楼下嘅花圃边踎咗落嚟。过咗一阵间啫，四楼就有一间屋着咗灯啦。我哋离嗰个男人有啲远啦，间唔中仲听到佢喺度暗暗沉沉，但系就唔知佢喺度讲紧啲乜嘢。嗰个男人冇上楼，但系亦都冇离开。只是原先是踎住，家阵就变成坐喺度。佢揞出支烟，然之后拎住个打火机，手震震咁挞咗几嘢，先至点着。佢睇落去真系好紧张。我哋几个就依然系静静地匿喺隔离单位嘅楼道入边。如果呢个时候咁啱有人要上落楼，实会俾我哋吓惨死嘅。我偷偷地咁笑住问：你哋估下佢喺度等乜嘢呢？唉，肯定喺度等緊机会，等任婉平熄灯啦。唔係喎，佢似乎仲喺度挣扎緊，
究竟要唔要咁做啊？我点咗下头，亦都赞成诞真嘅讲法。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善良嘅一面嘅。我希望呢个男人唔好因为仇恨而蒙蔽咗双眼，背弃咗嗰一份可贵嘅善良。卒之，四楼嘅灯熄咗啦。嗰个男人好用力咁劈咗手入边嘅烟头，然之后再用脚出行力咁捻咗几下，最后佢都系选择咗离开。